今天给大家取一个鲷鱼的首尾，这是刚刚处理出来的鲷鱼，这是鱼背部分，我们现在先把它的首尾的材料取出来。这是从它的尾部开始，先修一刀，然后我们刀放上去，这就是它的一个长度宽度在这边，我们先把它第一片取出来，快断的时候刀立起来拉过来，这是它的第一片。现在我们把剩余的全部取出来，这就是一个鲷鱼的一个手握。现在我给大家做一个，我们先抓一点放，然后在手上按出橄榄状，它的大小的话就是我一个拳头这样子，正好握紧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把鲷鱼放上去，大拇指按住它的头，两只手轻轻往下一压，就是这样子来回的旋转，按出它想要的一个弧形，这就是鲷鱼的一个手握。作品每天更新，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。